下面分解教学。第一个动作转肩，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，如果不说的话，从外形很难看出来。那就是转肩，肩往前上，然后下转，然后这样转一圈。哎，我们大家可以一块单独练习一下这个动作。啊，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太习惯。然后这个动作配合呼吸的话呢，就是往上提气，吸气，放松，呼气。这个呼气的动作很重要，呼气，整个气要沉到脚底。啊，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往上，转肩，呼气，然后从肩膀，这个腕关，肘关节、腕关节，然后胯、膝、脚。重心整个下来到脚后跟的位置啊，完整的再做一次，吸落，呼气，然后到脚后跟，